近日，著名歌手何洁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罕见分享了自己女儿宝妹的宅家视频，引来不少网友点赞围观。视频中的宝妹身穿白色圆领 T 恤，胸前的字母印花可爱又俏皮，下身穿了一条黑色裤子，经典的黑白配色，清爽又很大方。她把头发梳成两个小揪揪，额头前戴了一个白色的小发夹，特别的可爱。小朋友的头上还戴着粉红色的耳机，面前放着一个平板电脑，正写着里面的人唱歌，可以看出宝妹的身材很是壮实，脸上堆出三层下巴，浑身是肉，非常可爱。不过她尖尖的下巴和妈妈何洁也十分相似，这也让不少网友纷纷惊呼何洁女儿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脸型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还有不少网友则夸赞小朋友非常可爱，有种憨憨的感觉。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